们的来到节目时，何叔伯他们是不远，连一个红绿灯都不一样，简直儿。我们采桑葚呢，来我老师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啊，呼噜呼噜还害怕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，别给我转圈，跳跳舞吧，谁教的？哎呀，自己会的，懵了，跌到晕了，转晕了。你河北的就这样话了，这话，我都能听懂啊，我能听懂。老懵了，不是懵了，懵哦懵。